周杰伦除了是网游爱好者之外，对篮球也情有独钟，还曾找来 NBA 球星闵书豪拍摄 MV， 二人在 MV 中有一段篮球斗牛，而这个桥段真的被搬到了现实生活中上演。不过他有点囧，才刚放话要认真哦，下一秒立刻手滑。这些闵书豪结束台湾行程后转往大陆继续进行亚洲之旅，在篮球活动开始前先与周杰伦在球场上来了一场一对一斗牛。面对专业的直篮球星，周杰伦开始前先喊话要认真哦，打算与闵书豪来场男人间真正的斗牛。没想到话才刚说完不久，一个胯下运球，球马上就掉了，令全场爆笑，瞬间有点囧。